而家可以点先？呢脚直线一下劏穿晒，脚法好好喎。攞到个波，仲有空位添。米利克哇，呢啲就叫 power 啦，完全唔怕同人碰撞嘅，俾人侵犯喎。撳腳地波入，有機會射啊！呢球波靚啊！呢球波咧就唔系附碌噶，你睇佢入波前嗰个企位啊，真系为咗应付呢啲情况嘅啫。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系咪？嗱，够胆冒险咪有咁嘅机会啦。是时候要换下人的了。这一球波可以说改变了整个比赛的局面。哇，比数已经拉开到两球了，球场的气氛也都变了。米利克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马志奥个波飞咗出嚟，边度会追到先？个问题啊，出喺传球嗰个准程度嗰度啊，而家搞到空手而回啦。跳起一顶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入波啦！卡利亚里呢啲传波咪为之靓咯，但最重要系咩？唔系净系得个睇字啊，而系真系有真材实料啊嘛！
經領先到三球啦。米尼克，試下呃埋去啦，身位輸蝕啦。全個波擺門，好靚啊！又入多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。帕利亞尼呢啲短傳戰術咧，就真係發揮得好啦！你睇下去到龍門口咧，都仲可以差得咁靚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現一流啊！真係冇人 mark 到佢咁喎，每次佢攞到個波咧，都好似可以入波咁啊！卡尼亞里完全冇人擋得住啊！希沙積，希沙積真係好波啊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啊，後防踢得好好喎！完全不俾他轉身起腳射門。喺界外球，分去右翼度，一腳地波送入去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呢？卡尼祖、米利克，个波传向左翼，话个波唔离脚嘅，讲得好，又一次争咗少少。对手后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准啲先得。呢、這個直線靚啊！大腳解圍，開界外球，個波而家就出咗界，可以換人噶啦。呢個球員入到波，今場嘅任務都完美結束啦。我諗球迷同教練應該都幾滿意佢嘅表現噶啦嚇，咁啊可以安心翻去場邊唞下啦。直線一下劏穿曬，呢球差些少就得噶啦。我覺得本身嘅構思咧係唔錯。高空傳球，高列巴尼擋住咗球波，試下呃埋去啦。守球員完全唔使驚啲後防傳啦，係咪？直接長傳，哇！傳得真靚啊！高波傳中，解圍成功，有機會打反擊啦！馬勒多納，龍門嘅。射門啦！呢個波真係用曬全力啊！
拉云抢走咗呢一个龙门球，侧翼传球可以解围啊！龙门将个波一锤打翻出去。瞄住个前场嚟斩啊！呢个右路突破啊，可能制造到机会噶。呢个直线靓啊！何西卡利祖喂脚直线，哇！米利克一脚射埋去，差些少。其实而家有几多少球员啊，可以有咁嘅能力喺中路咁样突入，起埋脚啊，抵赞啊！全球解除危机了，在他眼神不多高兴，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可能沟通出现了一点问题，有些牛头不搭马嘴。这脚直线一下趟穿了龙门球，西卡尼祖试下压埋去啦，身形占优啊！卡尼祖整脚直线解围做得不错，马勒多纳尝试起到脚啦，高咗好多啊！哎，我个同行话斋超级大傻仔啊，我谂系讲佢。向前传出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呢个直线靓啊！大脚解围，马治奥、马勒多纳、马勒多纳。何西卡利祖头先真系牙烟啊！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米利克射门冇问题，咁多空位咁多时间，真系点射都入啦！呢个波系射得靓嘅，不过咧都要赞下比波佢嘅队友啊！